我自己都不要我的高，对啊，我们也太多工具台，演的好难过。干嘛？他自己被搞了吗？对，我被你搞了，被我搞。发言，发言。你不要哈记，不啦啦，你不要巧克力的。谁挖到成鱼？不是我的。可是他不见了。他躲起来了。他钻到石头里了。躲起来了。哦。哦。来哦来哦。猪猪。其实可以去找一些食物。他一出来就旁边有猪猪。冰果的时候不下单，这时候一直下单，去死吧。因为它地图比较活比较久啊。嗯，跳跳跳，嗯，那个那个，先卡一下，他们进去了，太快了吧，太快了，他们是生在旁边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们可以过去，沿江道的吧？我们可以过去，我看到他们了，等一下啦，堵起来，你也去第一了吗？不是，算了，你怎么了？你在哪？算了，快讲，快讲话，附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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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在附近，点位点位点位，我看到喵哈了，喵哈。有有，我也在这，我也在这。你怎么还是幕府啊？啊，我就在乱晃哈。小雨动起来，小雨动起来。那边那边，对，喵哈，你往前冲，会看到汪汪跟杰克。我看到，我看到了。我从树上走，我从树上走。啊，没这么早，快打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可以把地狱门给堵起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啊。没有你堵起来，他们还是回得来啊。对啊，不会被夹死吗？堵岩浆，堵岩浆，两边都岩浆。哦。杰米，你们在哪里？我怎么追到不见了？我、啊哦、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他们进屋屋地狱门吗？在谁在那边？在哪、啊？我在跑酷。我也没看到。哎，我应该没事。这树好多、哦，看不到。哦，有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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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看到了，看到地狱门。我以为没事，结果他跟着跑。啊，可恶！团团，早知道我就继续跑了。团团团团团团！哇、哦！打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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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杀杀杀！杀杀杀！环境后面，环境后面！哇！啊！哇！巨巨巨！喵哈上啊！喵哈是你吧？喵哈！真假是我？真的？真假是我？我刚才想说要后退一下，我就 what？ 哎、欸，对呢，你刚没有吃到书哈、哦？对啊，我距离算错，我想说他们应该还没跟那么快。哇是什么？然后一回头就来不及了。噔噔噔！哎呦，河豚龙二点哦，这我吃下去又怎么样？超速度！哎、欸，巧克力，你好幸运哦，你盖了两个地狱门、哦，全部都是地狱堡垒。哦，直接进入地狱堡垒了。对啊，我想说你们应该还有很多人在那里，结果没有，我们不敢、啊，我们进去马上出来了。对啊，我进去之后就出来了，怕不怕？不要怕。哎、欸、呦，凋零骷髅哎、欸，吓死！还有只鹰在旁边、啊，好猛哦、喔啊！真的，进去马上就跑出来了。你哎、欸，我来过了，可以走喽。这个运超猛的，我不管哪一天有没有一开始就在里面。进去就人那里面的那个什么主人就在那边了，或是输的那个设定有没有是相反的？嗯，几分钟过后没有在地狱的话就会被凋零。哇，对不对？强制要在地狱、嗯，那感觉好像还不错、欸。超凶，超凶凶。因为我们可以再一场。啊，被凋零了。再一场。哎呀！破坏地狱门没用啊，会再开啊。说好的玩久一点的。很久很久了。没有欢乐场啊，欢乐场玩快一点。前面玩很久啦、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对啊。嗯，啊，其实这样测的都还 OK。对啊，目前好像都没有那个很少吧，之后就可以，之后就可以套用了。嗯，来、啊，不然这场来给弓箭，然后我们用的弓箭削弱。弓箭这张地图我不太想要认真玩啊，只有两棵树，太恐怖了。这这是什么两棵树太少了，可是我觉得场地还不错。我这个是巧克力的主场哎、欸，没有吧，没有吧，也很棒，是啊，哇，哎、欸，我主场啊，我想干嘛干嘛，
哎、欸，我死在好奇怪的地方。下面吗？哦，他是底下吗？他没有让那个啊重生点打在这里。嗯，对，他的重生会跑到很奇怪的地方。你会看到宇宙，到处都是宇宙，感谢超级留言，超级留言，超级榴莲，你才榴莲。等一下一开始，每个人一把弓，一组箭矢，但是有弓箭削弱，弓箭伤害会减半，速度增加一倍。哦、好，很恐怖。每个人都拿 UMP 就对了。我 UMP 雪宝在这里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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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以为你下一秒是剪他的头、欸，剪他头，然后鼻子放萝卜啊。可以放吗？要叫哈基弄了。欸、这一场有那个随机金苹果、哦，所以你们可以尽量去打那个树，有机会可以掉。啊、树就掉在哪里？树在哪里？好哦，好的，用飞剪刀的哦。好好哦，好好哦那个树是橡木都不知道，应该是吧？看这个形状，有点像山。我也觉得像是白桦木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它颜色比较深一点一点、哦，那只是深绿色羊毛。嗯，是羊毛，原来是羊毛啊！哎呀，救命！啊，凶啊！生就要打三下，打三下，你们打三百下不是三下？我今天打的次数大概已经上百了吧？860下，860下，加起来就刚刚好。加起来就有个，嗯，打不到了，彤彤打不到，彤彤拿东西，他说，那个音乐，他会偷收回去，这个不能用，又来了吗？那个弓啊，大队长，大队长，等一下，我要先把指令打好，这个指令有点难打、啊，那指令打很不习惯。真的，安到观察者，就一组弓，什么都没有。哎、欸，喵花，你捡得到吗？你捡一下，你捡一下。我捡到吗？我变这个。捡不到、哦。捡不到。哦，哦耶！哇！哇！哇！耶！哇！耶、yeah, ！干嘛？干架！干架！这把好棒、啊！我们拿到好斧头，好棒哦！恭这斧头好棒哦！看起来，看起来。为什么它的颜色我觉得不太对啊？我被踢出去了！被踢了！没了！被清掉了，是不是？没了！没了！啰嗦！被没收了。应该玩中，闭嘴！随机分队，分哦，已经分好了。哇哇哇！哎、欸，所以我要那个、哦，你要哪個？要拿钩吗？还是？哎、欸，对呢，大队长不是，我不是影月，是光光哎。哎、欸，对，哇，大队长不是影月，不是影月，你不是弄了吗？你还没弄啊？啊，影月，你这样弄我就弄了吧，反正这是你们的队友。加油！是不是？打我，想打我，打我，想打我，我的三叉戟。啊拿五分了！哈哈哈哈！这次啊！你们在干嘛、啊？白痴哦、喔！所以会有三叉戟可以用？没有啦，没有，没有啦，那是偷拿出来的啦。我下来了，我下来了。H， 因为有人想偷射我。射歪天！啊，疼！看你们想射谁就射谁，他自己可以多射一点团团。你还有什么？我有。啊，感觉你喜欢。我都挑人设的，挑人设，挑人设、喔、对，挑人设，什么人设？嗯，挖双攻，其实一个就够了，挖双攻，对，一个就够了，对啊，双攻，哎、欸、不不，哎、欸，先走，太多了，这是什么？一人一组那个电视，一组而已吗？一组来的，一人一组就好了。现在这是模拟吃鸡吗？模拟吃鸡，好好好，那等下要怎么上去？挖雪吗？雪挖不掉啊！我们这边要怎么？我要怎么上去啊？绕山吧，绕泥土啊，只能绕了吧。那里那个树呢？树呢？树不在这啊，不知道在哪边啊。挖一点泥土、啊。树的点位在哪？哇！
根本不知道。我们好像离树的点位有点远。知道啊，肯定可以。站高速，站高速，站。对，可能要站高高。我看到树了，可是对巧克力的方向。我那里是不是好继续往前？有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。有，看到了。两个树在这边。哪边啊？下面也有。我去左边那个。一百零啊，到100。100.0。他没有盾哦。我觉得这个地图好适合弓箭战哦。橡木树哦，橡木树哦。打有机会有金苹果，打树叶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打树叶再打树枝吧。哎，我看到草团了，巧克力。团团在你那边，我这边也有人了。哎，小雨，那你前面，后面这边这边，你们看到我？我在上面。有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。他们在这边。哇，还是会痛，还是会痛啊！哎，哇，弓箭速度变快。对啊，还是很痛，还是很痛，因为我没有装备。对，没装备很痛。那我们怎么下去啊？哎呦，哎中！小心啊！哎，被中了。你左边也有人哦。哎，下来了。我看到雨月了，雨月在左边。哎呦，雨月在你右边。哇！杰克，我血不多了。哇靠！哎，繁星，繁星，来支援。前面就开始开战了，团团只剩一下了。团团跟杰克都只剩一下，谁没了？没了。你的书，我绕后，捡你的书，捡你的书。哟，捡到了。捡书。杰克跟团团剩一滴。对，雨月在上面。没看到团团他们了，我绕很大圈。雨月剩一滴，快快，雨月快，他们先踢，他们先踢。杰瑞，你吃书，杰瑞，你吃书，杰瑞回来。雨月剩一滴而已，雨月。好好好，就在我这边，巧克力，你知道吗？还很多，影院哪有剩一滴？拍谁拍谁，看不丢。团团啊，杰克，我在追团团，我在追团团，我看到了。哎，不见了。有，我看影院，我看影院。哪里团团呢？哎呦，我看到他上面。太难打了吧？哇！我看一下。哎，我爬高高。他在山上，他在山上。哎。我死掉了，我死掉了。繁星看得到团团吗？山上。看到哪里？后面吗？繁星后面哦，你后面哦，你小心你山上后面哦。三 B 在瞄你，他在瞄你。谁？繁星。我死掉汪汪了。哇、啊，不行，雨月刚吃书了。我跟团团的位置谁可以跟我讲一下？好，在前面，在前面。雨月刚吃书，我打不过了。他刚吃。团团剩一滴而已，快！他在你脚下，他在你脚下。我以为你会拿空拳敲爆他。我看不见他了。对，你前面是雨月。雨月在追我吗？对，雨月在追你。雨月在吃巧克力哦，巧克力，你前面。对。知道。然后喵他在杰瑞那边，杰瑞。杰瑞。升级打几啊？哇，我这边。你们各一打一。二打二。各一打一。哦，两个都中。哦，所以，哎呀，哦，影院两本书，影院很多书，赶快去吃书。我看到好多书。喵哈在我这边，喵在我这边，喵在我这边。双喵哈，吃书，吃书，修了。你丢一本，你分杰瑞啊。修了，丢两本给你。太多书了吧你们？怎么不吃啊？我不吃啊。喵哈嘞，忘了吃吧？我看一下哦。在很远的地方哎。喵哈在峭壁，很峭壁的地方。对，很峭壁。你刚刚应该给他铁装啦，不然没装备时还是会痛，蛮可怕的。其实真的会痛啊。哪里呀、啊？喵哈跑去。这个伤害其实我觉得还行，只是要躲。对。嗯。伤害在前面吗？我报个坐标，喵哈在165。山洞底下。1650的位置。杰瑞，你看到了？哦，对，隔左边右边。我看到。对。那是山猫，杀他。雪猫，雪猫，165哦，在我这，在我这边，在我这，在雪人呢，可以想象到喵哈在，哈哈他们两个在干嘛？可以开同队伤害吗？为什么？看你们最后谁是弓箭王？
对啊，看谁会活下来啊。地上一堆书。怎么刚里面没有吃书啊？我吃了两本啊。哦，啊你然后你还喷了两本，然后再捡，我他妈刚好是，然后就看到地上一堆。哇，我看到我前面还有一本书想冲过去捡。哦，然后看那个这里没有，我就说这里很多书。很痛吗？再一次，免洗笑话。我好痛哦！痛啊！那刚刚怎么一开始丢一颗？哦，刚刚是连那个吸收都丢掉了。对啊。哦。四颗哎。去买四颗。喂喂喂！八滴血，八滴。